哎呦，朦胧果酱，朦胧果酱，果酱 ，H， 坏，我能把我的平 A 出去了。坏了，我这两个被动打得跟狗屎一样，我操！我的第一个被动这么被浪费掉了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让我扎一下，妈还真让我扎呀！这鳄鱼也是狗脑的极致了，我操！得赶紧推呀！我操，鳄鱼被我抢先，这你受得了？这么早就来了，是。晚上呢？晚上会一直播呀。帅，进。还打什么呢？这白天小明是，这还玩毛呀！我操，先被控，白掉一波炮车线。没想到鳄鱼你也有今天，的血都换不过，他怎么没睡醒？哦，他是提皮鳄鱼啊。原来你是提皮鳄鱼。还挺痛，哇吼吼吼吼，这么夸张！舒服呀。豪车不喜欢吃吗？是有点。悲伤的味道，我来让你品尝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走，我是不能让你走。舒服呀，舒服，舒服了。这么早都来，不是晚上都播吗？那我不能下午播到晚上吗？你这话说的。我不能下午播到晚上吗？你这么说，主播还真的就我开睡了。我操！主播不去韩服进修，去进什么修啊？这英雄联盟段位都不
都贬值了，你还去韩服进修，没什么用的呀。那我开个大会会你吧。我操，交闪都不交大，看来他是知道他的大招比闪现值强。还有 R 的，还有 R 的。帅。你拿头就不要再 Q 我的兵了呀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哇操，吃饱了走啊啊！你这个莉莉亚真的是拿两个头了。八，我操，他的三段 Q 好像比我的三段 Q 重。是，主播是先天直播圣体、啊，知不知道什么叫耐波王？啊，你们知道什么叫耐波王吗？主播就是耐波王。知不知道什么叫耐波王？嗯。还吃我的塔，我两刀砍死你们。下路稳定发挥吗？还行吧，二杠二杠零，就是补刀有点落后，那没办法。好，就线吧。这鳄鱼估计这辈子他都没见过有这东西，我操，剑魔还能带不灭的，剑魔还真能带不灭，而且还挺强的。好滑溜，跟泥鳅一样，烦人！跪下，你们这些凡人！让我披干你们体谅。他队友好像不想管他了，他队友好像觉得他是个垃圾，他的队友好像有点瞧不起他了。你鳄鱼打剑魔怎么还可能还打不过的，血都换不过的吗？哎，我扫 A 一下哈，不过也行，这个不灭桶他是真的是。他的名字 Aatrox， 打比赛的是不是？哥们，这鳄鱼基本不走位，是的，也不能说基本不走位，他怎么踢下去了？你下去干嘛呢？我操，狗脑！啊！他下去干嘛呢？有没有懂？好狗脑，也1364，能再狗脑一点吗？他怎么这英雄就锁头一只 A 就能 A 的死人？嗯哼，嗯哼，
熟睡的丈夫。我发现现在下路有些人玩脑子有问题，我操！他喜欢这样阅兵线玩，还抢到一个，不是吧？一打三的，这么爆的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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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不帮队友挡，夸张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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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这都不能帮队友挡的，我牛批，我操，夸张哦，这都不挡的啊！那么夸张的吗？都帮队友挡一下子。哎，又是到了最熟悉的垃圾时间环节，这垃圾时间里面，我要想尽办法给自己找点乐子。这鳄鱼已经没了。他这带出什么？他要出青龙刀吗？这里是有个眼的，我脑子有问题啊！这是一只压线。鳄鱼记仇，这也要复仇他们家打野。嗯，好狠，舍己为人。还行还行。轮子妈真的有这么变态吗？兄弟们，轮子妈真的有这么变态吗？再续个不灭吗？我不灭好像没捅出来，是不是？走了。他真以为我不敢杀他耶，这桃心，他伤害已经打完了，而且他还把我血打掉了一点，帮我叠真一不倒，真当我不敢瞄你。剑气，用鲜血淹没这个世界。真有，不管是迅捷强攻、轻攻都很猛，看多了吗？我操！轮子妈还是猛的英雄，他跑得太快了，跑得快。哦吼！嗯哼，嗯哼。可惜，你这个野放太歪了，放嘴里都杀完了，已经裸青龙刀的鳄鱼，青龙刀现在裸鳄，那个鳄鱼现在裸青龙刀了吗？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行呢？还在压线我，我操！这轮子抹不掉血，这你受得了？
还行，持续给压力就行了。这鳄鱼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是个废了，废渣了。而且路人局辅助一般般，也不是很吃辅助吗？主要还是 ADC 太难死了，大火呀，还是 ADC 他太难死了。ADC 他要容易死一点还好 ，ADC 太难死了。不打野住下肯定敢压的，对。那不就相当于把所有资源给到一个人身上了吗？这样玩要出问题是吧？他开始跟在这个打野身上了，那我还真有点打不过。那我还真的有点打不过，这么早，健康啊，真的，健康，太健康。我操，轮子妈这么夸张的吗？狐狸两件套打不过他。给我呀！哎呀，你都不会玩这个东西，给我不是好吗？你怎么就自己用呢？这鳄鱼是不是跟他队友在对喷呢？感觉有点像。那我就摸一下就好了，你不要生气。送走！我操！直接一个弱爆了！哎呦，这个打野看到一堆残血，看爽了，跟你说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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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个冰刀，这你们怎么玩呢？一会打野带个猫飞，谁死的？是这样的，还飞不了吧？他飞剑还不是自己送的？五杠一杠三，这把真的是成绩一整局。我感觉这鳄鱼他玩的有点……嗯，我好像看到哪里有 TP， 是下路的 TP 吗？那一瞬间我看到是哪里有 TP。哈喽，哎呦，太痛了！裸青龙刀的鳄鱼，你能说它有伤害吗？青龙刀鳄鱼有伤害吗？青龙刀的鳄鱼，你说它有伤害吗？鳄鱼 TP 下路了。这金克斯好像没有大脑，先过来打这个不是一样吗？我先回家搞个冰刀吧。买个魔抗放身上好了，我感觉噼里啪啦会有魔法伤害打到我身上。六杠一杠三 ，U M 神，这
这么容易就把 bug 掉了。 这么恶心，哈哈哈哈！撞到我三张 Q 上面，有点夸张。没大住他，我操！轮子妈是真狗脑子，我操！怎么能这么狗脑？太有操作。 把我队友全 A 死！轮子妈这个英雄，轮子妈，需要来个破盾刀了。他真的就是直接站着 A 啊 ！A P I N。 需要个破盾刀，只能我出啊！只能我出啊！破盾刀这个东西，看到我了不走吗？刷三路，我操！确实是大龙。 所有人站着女生，你们连水晶时间都记不住。感谢呆呆 DIP 开通的3个月钻粉呢，感谢老板开通的3个月钻粉，谢谢你。 谢谢呆呆开通的钻粉3个月，有什么吩咐呀？谢谢呆呆开通3个月钻粉，大气！这轮子妈要刷着无尽都要出来了，这你受得了吗？三路的兵都给他刷了，好恶心！ 他经济几乎跟我一模一样，误杀了！哎呀！ 老板，你开了个钻粉，我就直接五杀了。大伙，这建议以后每个人都开一下钻粉，每把游戏都五杀了。要不来个巨蛇，我再做了，再做了，再做了。但是对面顶不住你明哥了。